无缘进入季后赛，面对到的打击就会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对，很难打。对，而且你说达兴这些球员，他打季后赛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。华子就直接传给了毛尖，看毛尖会不会来灌篮。哦，双手灌篮，我连他灌篮都灌得好轻盈。就那力量大，有灌好像跟没灌差不多的感觉。